提到养子，情景喜剧家有儿女不得不提，下饭神剧。小时候谁没有羡慕过他们家的伙食，没有冲动消费过高乐高，可可爱爱的小夏雪简直是当年多少女孩羡慕的样子，可爱叛逆，乖巧中二。即便第三部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再参与录制，但观众们依旧很想念可爱的夏雪，希望她再次回归。而第三部的收视和口碑确实也没有前面两部好了。合家欢电视剧《欢乐颂》，杨紫在里面饰演初入职场的社会新人邱莹莹，在社会摸爬滚打的故事，人物塑造非常贴合实际。邱莹莹横冲直撞但不失单纯善良的性格，让很多人又爱又恨。很多职场新老人都仿佛看到了初入社会的自己，当时还一度引发社会热议。2018年的爆火古装神话剧，杨紫把锦觅各个时期的心理变化诠释得非常到位。那句“从未真是闻者伤心，见者落泪”了。直到现在，网络上还有一大批香蜜女孩，香蜜在古装神话剧里也一直是榜上有名，还有很多人拿她和最近爆火的沉香如屑做比较。